Hello，大家好，我是启聪，欢迎来到《财务自由一本通》，这是小弟的新书，现在各大书店已经上架了，大家有兴趣买可以去书店买。OK，上一期呢，我告诉了大家这个创业的课题啊，我说的课题叫做何为商机，还记得我说商机你要考量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潮流，这个东西有没有潮流？OK。第二个方面是刚需，你卖的这件东西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来说是不是刚需？第三个就是竞争，你要看你的竞争对手有几多，然后你的竞争对手有多强大啊，这几个方面呢，然后你就可以总结一下你这个生意现在而言是有商机还是没有商机的。OK， 我现在要讲新二章节，这新二章节叫做创业的成本控制。OK。你要做生意的之前呢，这个创业的成本控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OK， 你要知道啊，你一个生意啦，就算它很有商机，就算呢你的生意额可以做到很高很高，就是啊，你每天可以几百万上下那种啊，生意额做到很高很高，但是如果你成本控制到不好的话，你想一下，你一天赚100万，但是你的成本呢，如果是95万的话。这你只赚一个5%，要来干嘛？我问你啊 ，OK？ 所以你明白吗？成本控制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这一期视频呢，我就单单讲创业的成本控制。OK， 创业的成本控制呢，基本上我分四个方面来看。OK，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电租跟水电啊。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生意讲得太复杂了，我们就想着啊，拿一个比喻就好。现在你要在一个旺区租一个店面。啊，做一个零售业啊，我们以这一个为一个例子啦。OK， 你第一个要关注的成本就是电租跟水电啊。电租跟水电呢，在电租跟水电之前呢，我们先讲一样东西，就是这一个店面呢，从零开始，然后你要装修啊，到它可以开店为止，这一个部分啊，那一个花费啊是非常大的。啊，通常你要开始做一门生意啊，你要丢下去最大的成本就是这一笔，就是店面的装修，从零装修到可以用的那一天，啊，这个开销是最大的。啊，如就我说一个最普通的店面啊，你要装修到可以用啊，少少都是10万左右了啊，以现在2022年的行情，最少也是个10万，啊，最少啊 ，OK。像我们的牙科，你现在你要开一间新的牙科，在楼上啊，不是在楼下啊，从头到尾，从零到可以开张啊，最少都25万到30万之间啊。OK， 然后呢，当你丢完了这个最大成本下去装修啊，接下来呢，你还要付出的成本就是我刚才开头讲的电租跟水电啊，这个成本呢，是你每个月都一定要给的成本。这个成本呢，是不管你生意好还是坏，就算你生意亏钱都好，你都是定要给的。店租跟水电跑不去 ，OK？ 店租你要看怎样，如果你是在很旺的区，你又租在楼下的话，哇，那个店租是吓死人了。像我新山啊，那种最旺的区啦，店租贵到可以去到8000到13000之间有了，我告诉你。啊，可能有更贵，我不知道啦。我说探听到的地方啊，楼下旺区8000到13000之间。好 ，OK。你想一下，你什么生意都还没有开始做，你每个月你就要给8到13000了嘞？你要做多少生意你才拿得回来？这只是租金罢了嘞。啊 ，OK。然后第二，水电呢相对还便宜一些啦。水电呢，我不管你是做什么生意啦，就算是耗电量很大的，啊。我所知道的是，就算你是做一个 cafe， 那个电费最多也是一个月3000块啦，啊，一个月3000块应该很难更高了啦，啊，水费便宜啦，水费基本上是象征式的啦 ，OK， 所以够力的是电费，电费啊，一个 cafe 大概3000多，我觉得已经是顶线的了啦，要超过这个是很困难的 ，OK。所以 ，anyway， 这些都是成本，是每个月必须要付出的成本，不管你有没有生意啊。所以你在这一方面，你的成本控制你要怎样做？首先，你选地方来租的时候呢，是不是？你当然要确定它有没有商机，可是呢，你要平衡一下，到底这个地方的店租呢，值不值得，值不值得，划不划算
如果你这个地方的生意啊，真的是做到都不够给你租金的话，你自己想一下啦，你该怎样做？啊，这一水电呢，能省则省哦。你们知道了，你们在家平时讲省电，你们就讲省电哦。OK，我现在讲第二个方面，成本控制。第一个方面就是员工薪水啊。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个店租跟水电啊，通常对于一间公司来说，一间店来说呢，它的这个开销只是第二罢了，开销最大的其实永远都是员工薪水啊。以我做生意这么多年的经验呐，员工薪水永远是占最高的比例的。啊，因为你不知道你要养多少个人啊。如果你的店可能只请一两个还 OK 啦，可是如果你的店请多人的话，三四五个的话，这就是你最大笔的开销了。也是一样，跟水电租金一样，不管你生意是亏钱还是怎样，你还是每个月要定定出粮啊，除非你选择裁员啊，这是你的选择啦。所以员工薪水啊，是很耗你成本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你就要看一下你的生意讲哦。你生意如果是生意额很大的话，当然你可以请更多的工人哦，啊，然后可是呢，如果是你的生意不好的话，不理想的话，你就要考虑裁员哦。但是有情况是最惨的，就是你这生意啊赚的钱不是很多，可是你需要人海战术，你没办法需要很多人出来撑着那个场面的，啊，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喽。钱你又要花，可是你又赚不了几多啊，这就是很惨的生意了啊。OK，现在我讲第三个方面就是营运成本。营运成本就是说，刚才我说的成本就是店租跟水电，然后还有个员工薪水。营运成本就是呢，你可以想象，你开一间店你要做生意，所谓的做生意就是一买一卖嘛。这样你要卖什么？你要卖产品呢，还是要卖服务？啊，如果你是零售业的话，你要卖产品的话，那你当然要之前要进货咯。你进货了过后啊，是不是你要包装啊？然后呢，一切很琐碎的东西全部加买起来，就是你通过什么管道，到最后可以把这个东西卖给顾客啊？这整个过程所花的钱呢，全部都是营运成本啊，很多很琐碎的钱都加进去啊。然后，如果你卖的是服务呢，也是一样，就是你要提供这个服务，像我们牙医要提供服务，像我们总是要需要什么？我们手套要钱哦，口罩要钱哦，衣服要钱哦，啊，消毒剂要钱哦，啊，这些都是营运成本，就是你为了要做生意而需要付出的开销，就叫做营运成本。这一部分呢是很关键的，因为呢，很多生意呢。他们在店租跟水电呢，省不了多少钱。他们在员工薪水方面呢，他们必须要很精明的来衡量，我们需要多少个人，我们就请多少个人。OK，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可以调整。唯一可以调整的地方，永远都是在营运成本这边，就是呢，用东西花钱要花在刀口上，就是呢，千万不要把钱呢。花在一些无谓又很贵的东西，没有什么用到，但是又很贵，放在那边没有什么人用的那种，啊，这种东西这种无眼往钱就不要花。你要花钱就是你要用什么，你确定了，再三确定了你需要用到什么，然后你去跟多家供应商比较，我现在要这个东西，有多少家供应商有卖这个东西，然后呢，我就选品质最好、价钱最合理的那个。啊，你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你才可以省下你的营运成本，确保你不要被砍菜头。像我们呢，比如说我们买一个手套都好了，OK，手套是我们每天一定要用、大量用的东西。我们叫很多家 supplier 呢，叫 catalog 来，OK，然后我们一个个来比较，谁 quality OK，谁的价钱 OK，然后我们就用它。啊，这种成本一定要省的，你不省这些成本啊，慢慢的堆积起来啊，你赚多少钱都不够你亏啊，我跟你讲。OK，第四样，广告，广告的钱是一定要给的啊！你一个生意啊，你怎样你都是要做广告的。你的生意的素质再好都好了，你卖的产品啊再漂亮都好了，如果你没有打广告呢，就全世界人都不知道原来这个地方有你这间店的存在，你这间店也是没有生意的。广告是一定要的，广告就是为了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你这里有一间店在卖什么东西啊。然后呢，广告呢是一定要打，只是看你用什么方式来打广告。其实以现在时代来讲啊，以前传统的广告很少人打了，就是
在电视机电台还有平面媒体杂志报纸那种广告已经很少人打。第一，贵；第二，没有什么效用也没有什么人看的。现在绝大多数广告其实都是在网络上尤其是在面子书。OK，so 我总结了刚才四个方面，就是店主水电、员工薪水，还有运营成本，还有广告这四个方面，你要开一间店，基本上就是这四方面你要需要给的成本罢了。OK，这四个方面呢，只要你可以控制到最好来，你就可以把你的成本控制到最低，然后你就能赚最多的钱。做生意就是要看这些，每一方面都要看。OK，我举一个例子其实以现在的经济环境来说呢，网络生意是最多的锅了。网络生意讲最多的锅呢，因为网络生意真的可以在这四个方面把这个运营成本，把整个成本降到最低最低。OK，首先你做网络生意的话，你就不需要给店租还有水电哦，因为都不需要店面的嘛。你最多只是需要租一个仓库吧，你都不需要店面的嘛。你通过网络做生意，你不需要店面哦，你不需要给店租，也不需要给水电。第二个，员工薪水，如果你是做网络生意，你根本不需要人海战术，你基本上你自己再加上一个你的几个家人就可以帮你 pick up 那些东西寄出去就算了，所以不需要什么请员工了除非你生意做很大，我不敢讲啦，OK。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营运成本，营运成本呢？营业成本也是一样哦。如果你没有店面的话，当然你的营业成本相对的是低很多。你剩下的成本就是把东西包装，然后寄出去就这样罢了第四样就是广告，广告的成本更低了因为你做网络生意，当然你的广告100%是做网络广告了，网络广告高不到哪里去。你用 Facebook 打广告，你可以限定你一天花个5块、10块罢了，然后你生意就可以招来很多了。OK，然后呢，我要做一个总结了，就是呢，其实网络生意你要看什么方面啦。网络生意它其实有一个局限性，就是它只能做零售业罢了因为就是那种买卖商品那种具体的商品买卖商品才可以我做网络生意但是如果是服务业的话，就没有网络生意这回事了。服务业必须要顾客跟这个商家的接触才有服务业嘛所以呢，网络生意只能做在零售业，不能做在服务业网络生意呢，我刚才说是很好做，因为呢它的成本可以控制得很低也因为如此，竞争就大了。很多人都抢着要做这个网络生意，所以竞争就大，非常的激烈。反而是这个服务业呢，它的竞争就没有这个网络生意、零售业这么大，因为呢，服务业没有办法网络化还是要实体化所以呢，总的来说了，如果你是做零售业的话呢，你还是必须要做网络生意会比较划算，但是你要面对竞争OK，如果你是做服务业的话呢，就不需要网络化。然后你比拼的通常不是比拼价钱，你比拼的是你的数字跟品牌。OK，好，今天我就跟大家讲到此为止了。OK，谢谢大家，拜拜。